孵的话，这个是稀稀嗦嗦，稀稀嗦嗦。这个中间的用啊，写的也蛮窄的，应该是刻意的，逆上去，这样中间就很窄，然后这些刻意的伸长，方勾起来，铺开，没有送出啊，那个很多撇都不尖呐、赵墨的很多的撇都不太尖，原因在于他想逆势回来。这抖得好厉害哟、一样送出，夫，